不适当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譬如说我们大鱼大肉，譬如说我们饮食这个习惯非常不好这个这个油啊盐啊糖啊热量啊非常多，纤维非常少的一个状况，当然是对身体是不好的。抽烟对身体是不好的，你看这就是抽烟所造成的，这叫伯格氏症。伯格氏症抽烟以后会对我们末梢尼古丁，会对我们的末梢循环产生影响，所以末梢循环它就可能产生出这个地方缺血。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手指头前面这个地方它就是缺血，那是谁造成的？就是因为抽烟所造成的一个结果。然后我们再把这个手再翻过来看，有些地方已经是整层皮肤的坏死，有些这个地方有点发紫的一个状况，这是抽烟。如果能避免，这个疾病不会发生的，不要有这个不好的一个习惯的时候它不会发生。但有些情形我们也很容易跟刚刚那个似乎有点混淆，譬如说刚刚像刚看到这样子前端也有点点坏死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但是这个不是抽烟的，这叫雷诺氏现象。雷诺氏现象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自体免疫的一种反应啊，自体免疫的一个反应会让我们的一个血管也产生出收缩的一个状况，最后也可能产生坏死。尤其是譬如说原来的手这样子，你浸泡在一个水里面不用那么冷，它就会变得颜色发紫的一个情形，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那像这样子也是好像肢端有一些地方啊有点点这个皮肤变黑坏死的一个状况，这是周边血管的疾病啊，周边血管也有可能疾病。那这个跟我们的一个饮食习惯有没有关系？当然这个大鱼大肉的一个结果，动脉硬化的一个提前发生或者是恶化，它就有可能发生啊。那影响到周边最末端的地方，当然它就有可能血循环会发生不好的一个状况啊。脚是最主要会去呈现的，不管是在脚趾头或者是足背这个地方，都是最末梢的地方，它可能会去呈现。但是严重的周边血管的一个疾病，它也有可能是在手这个地方发生，像这样子，这个也有可能在发生。所以表示我们的血管是全身无所不在的，当我们的血管这里面的这个管径因为动脉硬化的关系，它管径变小的一个结果，它自然会影响到最末梢的地方。所以我们怎么让这个硬化的程度给它降低，就是靠我们平常的返璞归真啊，这饮食习惯单纯素食，这个还是最重要对身体健康的帮忙。不要等到有这样问题产生的时候，我们要去做这个地方的处理，我们要去打通那个血管，那个都是旷日费时而且效果不佳的一个状况。感谢收看。